心的媒体公共工作区，我们这设的是150个席位，然后呢有配备了80台中英文双语操作系统，那么每一个工位上的话都配有这个多声道的这个讯道，能够让记者自主的选择啊，听这个公共工作区背后这个屏幕啊上面的相关的这个声音，在这个屏幕上的话会及时的实时的播放我们大会的动态，同时也会播放面向媒体的一些服务的内容。